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法会深重第一。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一切大圣神通一达，其名曰尊者乔成儒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摩犍连，尊者迦摄，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，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，得尊普贤第二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。所谓善思维菩萨、慧辩才菩萨、观无著菩萨、神通化菩萨、光印菩萨、报床菩萨、至上菩萨、吉根菩萨、信会菩萨、愿会菩萨、相向菩萨、宝音菩萨、中住菩萨、智行菩萨、解脱菩萨二位上首，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步十方，行全方便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，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，舍斗率，降王公，弃位出家，苦行学道，作事事现，顺时间故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得微妙法，成最正觉，天人归娘，勤转法轮，常以法音觉住世间，破烦恼尘，坏诸欲牵，习浊垢物，显明清白，调众生，宣妙理，除功德，是福田，一炷法药，救了三苦，深灌顶界，受菩提记，为教菩萨做阿舍利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咸供护念，诸佛刹中皆能示现，彼善幻思现中异相，于彼相中受可得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通诸法心，大众生相，供养诸佛，开导群生，化现其身，犹如电光，列魔剑王，截住缠缚，元朝声闻，辟之佛地，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善力方便显示三乘，于此中下而现灭度，得无生无灭。住三摩地，即得一切陀罗尼门，随时悟如华严三昧，具足总持百千三昧，住深禅定，亵渎无量诸佛，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，得佛辩才，住普贤恨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
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心常时不缺，心大悲，明有情，言慈辩，受法言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整寂福祸戒度彼岸，悉护诸佛无量功德，智慧甚明，不可思议。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，又有比丘尼五百人，群贤寺七千人，群贤女五百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凡众悉空大会，大教缘起第三。尔时世尊微光合一，如融金具，又如明镜，银长表里现大光明，数千百遍。尊者阿难，即自思维，今日世尊色身住根，月欲清净，光颜微微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习得展两，身息有限，即从坐起，偏袒有见，常归于合掌。二百佛言：世尊今日入大吉地，住其特法，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，最深之道，去来现在，佛佛相念，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，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，何故为身显要，光瑞殊妙乃尔，愿为宣说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，如今思问，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，布施累劫诸天人民，云飞软动之类，功德百千万倍，何以故？当来诸天人民，一切寒灵，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。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，惊哀三界，所以触心于世，光阐道教，于真群蒙，会以真舍之力，难知难见，如有昙华，稀有出现，如今所问，度所饶矣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，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，身及诸根，无有增减。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，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法藏因地第四。佛告阿难：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，又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行足，善施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在世教授四十二劫，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，有大
国主，名释饶王，闻佛说法，欢喜开解，寻法无上真正道义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，高才勇哲，于是超逸，信皆铭记，习皆第一。又有殊胜行愿，即念会理，正上其心，坚固不动，修行精进，无能御之。王以佛所，顶礼长跪，向佛合掌，即以切土赞佛，发广大愿，颂曰：如来微妙色端也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何住见你要，世尊能言一音声，有情故故随类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实众生随类见，愿我得佛清净身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广大深如海，内心清净觉成道，超过无边卧趣门，俗道菩提究竟岸，无明贪嗔皆永无，或境过往三昧力，亦如过去无量佛，未必群生大道士，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，常行布施及戒人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未度有情令得度，一度之者是成佛，假令供养恒沙身，不如坚勇求真觉，愿当安住三摩地，恒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广大清净居，殊胜庄严无等伦，轮回诸趣众生类，俗生我刹受安乐，常愿慈心把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我心决定坚固力，为佛甚至能证之，纵使身至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至心精进第五，法藏比丘，摄此记二百佛言：我今为菩萨道，依法无上正觉之心，取愿作佛，悉令如佛，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，俗称无上正等正觉，欲令我作佛时，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，教授名字，解闻十方，诸天人民及云软类，来生我国习作菩萨，我列誓愿，度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佛。世间自在王佛，即为法藏而说经言，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经历结束，尚可穷底，人有智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如自思维，修何方便？
而能成就佛刹庄严。如所修行，如自当知，清净佛国，如因自舍。法藏白言，四意宏深，非我境界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，广言诸佛无量妙刹，若我得闻如是等法，是为修习誓满所愿。世间自在王佛，知其高明，智愿深广，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，功德严净，广大圆满之相，应其心愿，悉现于此。说是法时，经千亿岁。而是法藏闻佛所说，皆悉度尽，启发无上殊胜之愿，于彼天人善恶，国土粗妙，思维究竟，便业其心，玄则所欲，皆得大愿。亲请求索，恭慎保持，修习功德，满足五劫，于彼210亿居之佛土，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一佛刹，所摄佛国超过于彼，即摄受矣。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，即手立足，绕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白也十寸。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。佛言：善哉，今证事实，如应具说，令众欢喜，亦令大众闻是法已，得大善利，能于佛刹修习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，发大誓愿第六。法藏白言：唯愿世尊大慈听察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，所居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、魔鬼、禽兽、云飞、软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、三恶道中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服更多恶趣，得是愿乃作佛，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借具紫摩真金色身，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净洁，悉同一律。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，见能动视，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是愿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之同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，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，于一念前
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，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住根极净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证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身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过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切无量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于百千劫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行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生灭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诽谤正法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灵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至重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若有宿卧闻我名字，即自回顾为道作善，便持精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过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闻我名，受宗之后，甚尊贵甲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行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过中无不善名，
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又如漏尽比丘。若起想念贪记深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，身顶借由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密要，说经行道，于如终身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彼智一生不出，除其本愿，为众生故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我取。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供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设方诸佛，应念受其供养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各种万物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各种无量色数，高或百千有旬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，也能了之。于见诸佛净果庄严，现于宝树间见，又如明镜，睹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具佛刹，广播严净，光影如镜，彻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众生读者，生稀有心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下从地基，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，石榴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相合成，其相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，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待得清净解脱，普等三昧，住身总持，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设定义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，或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恨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人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彼成正觉第七。
佛告阿难：二十法藏比丘，设此愿已，以记诵曰：我见超世智，彼之无上道，四愿不满足，是不成等觉。佛为大施主，普济诸穷苦，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，畜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觉，列名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喜悦满，业以大悲心，利业诸群品，利欲生真力，尽会修梵痕，愿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刹，消除三垢名，明记众恶难，悉摄三途苦，灭诸烦恼难，开彼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，闭塞诸恶道，通达善趣门，为众开发藏，广施功德宝，如佛无碍智，所行慈明显，常作天人师，得为三界雄，说法四字口，广度诸有情，圆满习所愿，一切皆成佛。寺院若刻骨，大千应感动，虚空诸天神，当日真妙华。佛告阿难：法藏比丘，设此颂已，应是菩提六种震动，天日妙化了，一散其上，自然音乐空中赞言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，积功累德第八。阿难，法藏比丘，于是自在王如来前，及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思弘誓愿已，诸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，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，欲无量劫，即知得行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即进行，远离虚妄，以真谛门之中得本，不计众苦，稍欲知足，专求百法，慧力群生，志愿无惧，忍力成就，与诸有情常怀此人，和言爱语，劝喻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司长，无有虚伪谄曲之心，庄严众贤，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故，善护身业，不舍律仪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，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，都无所住，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，教化安利众生，诸于无上真正之道，由尘如是诸善根果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
自然发应，或为长者居士，豪信尊贵，或为刹利过往，转轮圣地，或为六欲天竺，乃至梵王，于诸佛所尊重供养，未曾间断，如是功德殊不能尽，身口常处无量妙想，犹如旃檀，优波罗华，其相普熏无量世界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悉皆具足，手中常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利要有情，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圆满成就地久。佛告阿难：法藏比丘修菩萨行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说法誓愿圆满成就，如是安住居住庄严，为得广大清净佛土。阿难闻佛所说，白世尊言：法藏菩萨成菩提者，为师过去佛也，未来佛也，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。世尊告言：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非过现未来，但以酬愿度生，现在西方，去阎浮提，百千俱至，若有他佛刹，由世界名列极乐。法藏成佛，号阿弥陀。成佛以来，于今世界，今现在说法，有无量无数菩萨，声闻之众，恭敬围绕，借愿作佛的事。佛说阿弥陀佛，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，皆大欢喜，各持一金花盖，俱到佛前作礼，以花盖上佛椅，却坐一面听经，心中愿言：令我等作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佛即知之，告诸比丘：是王子等，后当作佛。彼于前世住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，迦摄佛时，彼等为我弟子，今供养我，复相指也。是诸比丘闻佛言者，莫不带着欢喜，过界严禁第十也。佛与阿难：彼极乐界无量功德，具足庄严，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，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，宽广平正不可限期，微妙奇丽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难闻已，白世尊言：若彼国土无须弥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
一合而住。佛告阿难：夜摩斗率，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，一合而住。阿难白言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佛与阿难：不思议业，如可知也。如生果报，不可思议；众生业报，亦不可思议；众生善根，不可思议；诸佛圣力，诸佛世界，亦不可思议。其国众生，功德善力，诸行业地，即佛神力，故能尔。阿难白言：业因果报，不可思议。我于此法实无所获，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，故发此文，光明遍照第十二。佛告阿难：阿弥陀佛，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恒沙佛刹，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，一佛入室，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有旬，或百千万亿有旬，诸佛光明，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，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，无量无边无数佛刹，诸佛光明所照圆净，本起前世求道，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制作佛事，各自得之，自在所作，不为预计。阿弥陀佛，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，千亿万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是故无量寿佛，一号无量光佛，一号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等光佛，一号智慧光，常照光，清净光，欢喜光，解脱光，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，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苟灭善身，身亦柔软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威神功德，日益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，得生其果。受众无量第十三。佛与阿难：无量寿佛，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神之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摩地子中，大目犍连，神通地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，于一昼夜悉知其数，假使十方众生，悉成圆觉，夜夜圆觉，寿万亿岁。神通皆如大目犍连，尽其寿命，借其知离，习共推算，比佛会中声闻之数，千万分中不及一分。譬如大海，深广无边，摄取一毛，细微百分，脆如微尘，以一毛尘沾海一滴，此毛尘水比海数多。阿难，
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，所未知者如大海水，彼佛受量，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，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。宝书遍各地十四，彼如来国度诸宝书，或纯金书、纯白银书、琉璃书、水晶书、琥珀书、美玉书、玛瑙书，为一宝尘，不杂于宝；或有二宝、三宝，乃至七宝，转供或成，根、茎、枝、干，此宝所成。花叶果实，他宝化作。或有宝树，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枝，水晶为梢，琥珀为叶，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。其余诸树复有七宝，互为根、干、枝、叶、花、果，种种构成，各自一行，行行相知，静静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实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胜视，清风释法，出五音声，微妙共赏，自然相合，是诸宝树周遍其国，菩提道场第首。又其道场有菩提树，高四百万里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芙蓉光辉遍照，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以为璎珞，云居宝所，施诸宝珠，金珠灵铎，周匝调节，真妙宝网罗浮其上，百千万色互相应时，无量光焰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，微风徐动，吹逐枝叶，言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身流布，遍诸佛国，清长哀亮，微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若有众生读菩提树，闻声受想，常其果位，促其光影，念述功德，戒得六根清澈，无诸恼患，诸不退转，至成佛道。复有见彼树故，或三种人：一音响人，二柔顺人，三者无生法人。佛告阿难：如是佛刹，花果树木，于诸众生而作佛事，此皆无量寿佛，威神列国，本愿列国，满足愿故，明了坚固究竟愿故。唐舍楼观第十六，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。楼观兰村，一界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珠摩尼，以为角落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中，所居宫殿亦复如是。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惊险者思道，去坐禅者，有在虚空
讲诵受听者，尽心思道即所成者，获得须陀洹，获得斯陀含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。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。故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，莫不欢喜，全持功德第十期。又其讲堂左右，全持交流，纵广深浅，皆过一等。或十有旬，二十有旬，乃至百千有旬，湛然相接，具八功德。岸边无数旃檀香树，吉祥果树，花果横放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，交付于此，出种种相，事无能御。随风散拂，云水流分。又复持施七宝，地布金沙，幽波罗华，波檀摩华，居木头花，分陀利华，杂色光茂，弥覆水上。若彼众生过于此水，于之作者，于之习者，于之妖异，于之景者，或于冠身，或于冷者、温者、急流者、缓流者，其水夜夜随众生意，开神悦体，静若无形，薄纱阴彻，无声不着，微澜徐回，转向灌注，波扬无量微妙音声。或闻佛法僧声，波罗蜜声，至息极静声，无生无灭声，摄列无畏声。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，大慈大悲喜舍声，甘露灌顶受慰声。得闻如是种种声音，其心清净，无住分别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其愿闻者，这都闻之；所不欲闻，了无所闻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，尚无假设，何况实不？但有自然快乐之因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超世西游第十八，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，超世西游，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，但因顺于方素，故有天人之名。佛告阿难，譬如世间贫苦切人，在帝王边，面貌形状，灵口类乎，帝王若比转轮神王，则为毕漏，又比其人，在帝王边也。转轮神王威相第一，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，假令帝师比第六天，虽百千倍不相类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不相其待。所处宫殿，衣服饮食，有如
桃花自在天王，至于未得戒位，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百千万亿不可及备。阿难应之：无量寿佛极乐国土，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受用具足。第十九，佛此极乐世界，所有众生，或已生，或现生，或当生，皆得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一切丰足，宫殿、富室、香华、幡盖、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若于世时，确保不弃，自然在前。若为饮食，自然盈满，虽有此食，实无食者，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，色力增长而无变慧，身心柔软，无所畏惧，似已化去，实之复现，复有众宝妙意，冠带璎珞，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，所居舍宅，称其形色，宝王米福，玄珠宝莲，奇妙真意，周遍教室，光色黄耀，静极严厉，楼观兰池，唐于房郭，广厦方圆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德风化雨第二十，祈福国土，每于世时，自然得风徐起，吹诸罗网，借种宝树，出微妙音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，留步万种温雅德相，既有闻者，尘劳垢习，自然不起，风促其身，暗合调适，又如比丘得灭尽定，佛吹切宝灵树，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光洁，如多罗绵，坐立于其上，莫生四肢，随诸举矣，还复如初，故是时候，其化自末，大地清净，更欲兴化，随其时界，还复周边，于前无一，如是六凡。宝莲佛光第二十一，又众宝莲花，周满世界。夜夜宝花百千亿叶，其花光明，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也然。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，应是真气，明耀日月，比莲花亮，或半有限，或一二三四，乃至百千有限。夜夜花中，除三十六百千亿光；夜夜光中，除三十六
百千亿佛，声色紫金，相好殊特，夜夜诸佛，又方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，如是诸佛，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，觉真即果。第二十二，佛赐阿难，彼佛国土无有昏暗、火光、日月、星耀、昼夜之相，亦无岁月劫数之名。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，既无标示名号，亦无取舍分别，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已生、若当生，皆悉住于正定之居，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居及不定居，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。十方佛赞。第二十三，佛赐阿难，东方恒河沙数世界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，过出广场摄像，放无量光，说尘世也，称赞无量寿佛，不可思议功德，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，四维上下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。何以故？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乃至能发一念净心，所有善根自行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三辈往生。第二十四，佛告阿难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岂有智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辈，其上辈者释迦契语，二座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此等众生，临受宗时，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今须臾间，皆随彼佛往生其国，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是故阿难，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，应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国土，积极善根，应持回向，由此见佛，生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。其中辈者，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即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其利他相，梵寺沙门，寻真燃灯，散花烧香，以此回向，愿生彼国。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宇宙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摄受导引，即随化佛往生其国，住不退转，无上菩提，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。其下辈者，假使不能作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
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欢喜信要，不生疑惑，一致诚心，愿生西国。此人临终梦见彼佛，业得往生，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。若有众生诸大乘者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乃至深念愿生西国，闻甚深法，即生信解，乃至获得一念净心，发一念心念于彼佛，此人临命终时，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定生彼国，得不退转无上菩提，往生正印。第二首：佛赐阿难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此经典，受持、读诵、书写、供养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彼刹，发菩提心，持住境界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，悉施于之，令得安乐，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，世人命中如佛色相，种种庄严生宝刹中，俗德文法永不退转。佛赐阿难，若有众生余生别苦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，尽持精戒，要当作善。所谓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绮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念舌，八不贪，九不嗔，十不痴，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种种功德，种种庄严，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，世人临终不紧不步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土。若多死不能立家，不暇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，有空闲时端正身心，绝欲去忧，慈心清净，不当嗔怒嫉妒，不得贪贴奸细，不得终悔，不得狐疑，要当孝顺至诚忠信，当信佛经于身，当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亏失，思维书记于得度脱，昼夜常念，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，时日时夜，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，寿终皆得往生其国，行菩萨道，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，皆具金色三十二相，皆当作佛，欲于何方佛国作佛，从心所愿，随其精进早晚，求道不休，会当得之，不设其所愿也。阿难，以此毅力故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，无有等等无边世界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。礼供天法第二十六。佛赐阿难，十方世界诸菩萨众，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，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，恭敬
供养，听受经法，宣布道化，称赞佛土功德庄严。二十，世尊即说颂曰：“东方诸佛刹，速如恒河沙，恒沙菩萨众，往礼无量寿，南西百四位，上下一佛然，咸以尊重心，奉诸真妙供，常发合牙音，各叹最圣尊，就达神通会，犹入神法门，闻佛圣德名，安闻得大利，种种供养中，勤修无懈倦，观彼殊胜刹，微妙难思议，功德普庄严，诸佛国难比，应发无上心，愿速成菩提，应时无量尊，微笑现金容，光明从口出，遍照十方国，回光环绕佛，三匝从点入，菩萨见此光，即真不退位，实会一切众，护亲生欢喜，佛语凡雷震，罢音长妙声，设法来正寺，无邪之彼愿，至求严净土，受记当作佛，绝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想，满足诸妙愿，彼尘如是刹，智土如影像，恒发弘誓心，就近菩萨道，居住功德本，修身菩提恨，受记当作佛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空果，专求净佛土，彼尘如是刹，闻法要受行，得至清净处，必与无量尊，受记成等觉，无边殊胜刹，其佛本愿力，闻名于往生，自知不退转，菩萨心之愿，愿即过无异，普念度一切，过发菩提心，舍彼轮回身，俱令真彼岸，奉祀万亿佛，飞花遍诸刹，恭敬欢喜去，还到安阳国，歌叹佛德。第二十七，佛语阿难，彼国菩萨成佛为神，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，供养诸佛，花香床幡，供养之具，应念即至，皆现手中，真妙殊德，非世所有，一奉诸佛及菩萨众，其所散花，皆于空中，或为一花，花界向下，端圆周匝，化成花盖，百千光色，色色异香，香气普熏，盖至小者，满十有余，如是转倍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，若不更以心化重散，前所散化终不佛路，于虚空中共奏天乐，以微妙音歌叹佛德，今须臾间还其本国，度悉集会七宝讲堂，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，言唱妙法，莫不欢喜心结得道。届时香风吹七宝树，出无音声，无量妙法
随风四散，自然供养，如是不绝，一切诸天，借记百千花香，万种伎俩，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，前后往来，悉以快乐。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，即曾供养如来，善根相许，无缺减故，善修习故，善摄取故，善成就故。大士神光第二十八。佛告阿难：彼佛国中，诸菩萨中，悉皆动识，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。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，心意善恶，口所欲言，何时度脱，得道往生，皆欲知之。右臂佛刹，诸声闻众，声光一现，菩萨光明照百有心。有二菩萨，最尊第一，威声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阿难白佛：彼二菩萨其号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观世音，一名大势至。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，往生彼国，常在阿弥陀佛左右，于至十方无量佛所，随心则到，现居此界做大利乐。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极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者。愿力宏深第二十九。佛慈阿难：彼佛刹中，所有现在、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就近一生不出，唯除大愿，入生死界，为度群生，作施之后，换大加州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遂生无主卧室，视现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卧趣，生生之处，常使宿命，无量寿佛，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届时往生其国，悉领得涅槃道。做菩萨者，令悉作佛，既作佛已，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，如是辗转，不可复及。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，生彼佛国，得涅槃道，当作佛者不可胜数。彼佛国中，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，所以者何？犹如大海为水中王，注水流行，多入海中，是大海水名为增减。八方上下佛国无数，阿弥陀国长久广大，名号快乐，最为独身。本其为菩萨时，求道所愿，累德所至，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，无穷无极，甚大无量，不可胜言。菩萨修持第三十。佛慈阿难：彼佛刹中，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，无不圆满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调伏诸根身心柔软，深入正慧，无福于喜，一佛所行气绝圣道，修行无言，照真大所，
肉眼见色，天眼通达，法眼清净，慧眼见真，佛眼具足，觉了法性，辩才总持，自在无碍，善解世间，无边方便，所言成谛，深入意味，度诸有情，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，无复无徒，无住分别，原理颠倒，于所受用，皆无摄取，遍有佛刹，无爱无厌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亦无彼我唯愿之想。何以故？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舍利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解法如如，善知即灭因生方便，不信是要在争论，知一切法悉皆空寂，生生烦恼二欲俱尽，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成，至于彼岸，决断以往，正无所得，以方便智增长了之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，得一成道，不有他物，真实功德第三十一。其智宏深，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广，欲如须弥，自身微光超于日月，其心洁白，又如雪山，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悉诸尘垢，炽盛如火，烧烦恼心，不着如风，无诸障碍，法音雷震，觉为觉故，欲甘露法，论众生故，况若虚空大慈等故，如净莲花历然无故，如泥居树复因大故，如金刚杵破邪之故，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，其心正直，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戒若流利，内外明捷，其所言说令众悦服，即发苦，见发床，要慧日破尘暗，纯净温和，即定明察，为大导师，调伏自他，引导群生，协助爱诸，永离三垢，游戏神通，因缘愿力，畜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祀诸佛，为世明敦，最胜佛田，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，何以欢喜，穷蒙无畏，声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与等者，常为诸佛所供称赞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圆二乘经。阿难，我今六述，彼极乐界所生菩萨，真实功德悉皆如是。若广说者，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受乐无极第三十二。佛告弥勒菩萨：诸天人等，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，不可陈述。又其国土微妙安乐，清净如此，何不立为善，
念道之自然，绰入供养，观经行道，喜药酒席，才蒙智慧，心不中回，亦无邪事。外若迟缓，内读世纪，融融虚空，摄得其中，钟表相应，自然严整，简练端直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，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，求道合正，不误情邪，随经约令，不敢错颠，若于神末，贤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忧事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念，但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含爱慈悯，礼义度和，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，自然保守，真正见本，志愿无上，静定安乐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，欲旦成其宝，恒难成万物，光精明居处，善好殊无比，住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，以过清净尽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，恒结于无趣，悟道自闭塞，无极之圣道，一往而无人，其过不逆为，自然所千岁，捐之若虚空，勤心求道德，可得极长生，受乐无有极。何为着世事，扰扰有无常，劝于此境。第33，世人共增不及之物，于此巨恶救苦之中，亲身迎物，以自接济，尊卑贫富少长男女，累念极虑，未心走时，无田有田，无宅有宅，眷属财无，又无同忧，有业少业，似于其等，事小具有，又有非常，水火盗贼，冤家债主，分票借土，消散磨灭，心间异故，无能纵舍，命中弃捐，莫谁随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，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憎忌，又无相通，无得贪喜，颜色长和，莫相违利，或是心增，有所悔怒，后世转举，至诚大愿，世间之事更相患害，虽不临时，应机相迫，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待者，善恶变化，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，毁尽无期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于何待乎？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尽过作之，身于神安，转受于教，颠倒相续，无常根本，蒙明地图，不信经法，心无缘虑，过于快意，迷于成慧，贪于财色，终不修止，哀哉可伤。
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死生之趣，善恶之道，都不知性，为无有事。更相展示，且自见之。何父苦子？何子苦父？兄弟夫妇更相苦戚，一死一生，迭相顾念。忧爱皆复，无有解释。思想恩好，不离情欲，不能深思熟记，专精行道。年寿玄静，无可奈何。祸道者重，悟道者少。过怀杀毒，恶气冥冥，唯望心事，唯逆天地。自意罪极，顿多其寿。下入卧道，无有出气。若草当属死寂，远离众恶。择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。爱欲荣华，不可长保。戒当别离，无可乐者。当勤精进，生安乐国。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，悟得随心所欲，窥复境界，在人后也。心得开明。第34，弥勒白言：佛语教戒，甚深甚善，戒蒙慈恩，解脱忧苦。佛为法王，尊超群圣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之事，尽德之福。佛闻无量寿身，弥不欢喜，心得开明。佛告弥勒：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，时当念佛，戒断惑矣。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犹不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度未度者。若草当知十方人民，永劫以来，辗转五道，忧苦不绝，生时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疾苦痛，死极苦痛，卧愁不尽，无可乐者，一字决断，悉出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人能自度，转向正气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须臾见耳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，无复苦恼之患，寿千万劫，自在随喜，以果精进，求心所愿，无得已毁，自为果究，身比边地，七宝沉重，于500岁受诸恶业。弥勒白言：受佛明诲，专精修学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著是卧苦第35。佛告弥勒：汝等能于此事，断心真意，不为众恶，甚为大德。所以这后设方世界，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，为此无恶世界，最为巨苦。我今于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邪无，去无痛，利无烧，降化其意，令持无善，获其福德。何等为吾？其一者，世间诸众生类，欲为众恶，强者扶弱，转向克贼。
残害杀伤，蝶想吞啖，不知为善，后收养法，故有穷奇、孤独、聋盲、喑哑、痴卧、顽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其有尊贵、豪富、贤明、长者、智勇、才达，皆由素世慈孝、修善积德所致。世间由此目前现世，寿终之后，入其幽冥，转身受身，盖行异道，故有泥泥禽兽，云飞软动之术。譬如事发牢狱，具苦极刑，浑身命尽，随罪去向，所受寿命或长或短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，养我为尽，终不得离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天地之间，自然有事，虽不及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。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摄因骄纵，任心自恣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心口过意，忌讳多端，尊卑中外，更相欺狂，成恚愚痴，愚自后起，愚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借分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富有迁徙，不肯施予，爱宝贪重，辛劳生苦，如是至尽，无业随者，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见善赠报，不思目的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共济，消散福取，神明克制，终入卧道，自有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其三者，世间人民相因即生，寿命即活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逸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是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。又何交际聚会，心病相发，攻戒杀戮，强夺破邪，归结妻子，极身作乐，重功增厌，患而苦之。如是之物，著于人鬼，神明即知，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其四者，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憎讥善人，败坏贤明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，尊贵自大，畏其有道，横行威势，轻易于人，于人未尽，不自缠惧，难可降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福德盈护，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扰归，又其名起，记在神明，央究前因，无从舍离，但得前行，入于火户，
身心摧碎，身心枯极，当思致使恢复活计。其无者，世间人民习以懈怠，不肯作善，至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违逆反逆，譬如冤家，不如无子，父恩为义，无有报偿，放子游散，但求是美，如护地兔，不舍人情，无义无礼，不可见效，六亲眷属，自用有，不能有念，不为父母之恩，不曾私有之意，意念深刻，曾无一善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愚害真人，斗乱僧众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，不忍不顺，希望长生，慈心教诲而不肯信，苦口语语，无业其人，心中闭塞，亦不开解，大命将终，悔居交之，不欲修善，临时耐悔，悔之于后，将何及乎？天地之间，无道分明，善恶报应，祸福相承，生死当知，无谁待着。善人行善，从恶入恶，从明入明，恶人行恶，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。谁能知者，独佛之耳。教育开示，信心者少，生死不休，恶道不绝，如是世人难可居尽，故有自然散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世世累劫，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如是无恶，无痛，无烧，譬如大火，焚烧人身，若能自于其中，一心之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诚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身独度脱，获其福德，可得长寿涅槃之道，是为五大善业，重重慧勉。第36，佛告弥勒：吾与汝等，如是无恶无痛无烧，辗转相生，敢有犯此，当离我去。或其今世先辈病殃，死生不得，世众见之，或欲受终，入三恶道，愁痛苦毒，自相搅然，共其冤家，更相杀伤，从小危起，成大困惧，皆由贪着财色，不肯施惠，过于自快，无复取之，痴欲所迫，后继增利，富贵荣华，当时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，威势无极，随意磨灭，天道失章，自然就聚，穷穷中中，当入其中，古今有事，痛哉可伤，汝等得佛经语，殊死为止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怠，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众恶之本，当立三途，优步苦痛之道。
若草作山，云何地也？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身心净洁与善相应，物随事欲不犯主，颜色当和，身心当专，动作瞻视，安定虚伪，做事仓促，败回在后，为之不敌，亡其功夫。如贫得宝第37，汝等光之得本，勿犯道尽，忍辱精进，慈心专一，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，胜在无量寿国回善百岁。所以这后必佛国土，皆积德众善，无毫发之物，于此修善十日十夜，胜于他方诸佛国中回善千岁。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，无造物之地，为此世间善少恶多，盈苦食土，未尝灵犀，无爱如等，苦心毁誉，受于经法，谢持四之，悉奉行之，尊卑男女眷属朋友，转向教育，自相悦解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，所作如范，则自回顾，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，奉持精戒，如贫得宝，改往修来，悉心一心，自然感将所愿者得。佛所行处，过意秋居，弥补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力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国无用，从德行人，勿修礼让，过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辱，过得其所，我爱汝等，甚与父母念子，我与此事作福，以善公物，拔生死之苦，定获吾德，身无为之安，无般涅槃，今道见灭，人民谄为，佛为众物，无烧无痛，酒后转聚，汝等转向教戒，如佛经法，无得犯也。弥勒菩萨或掌白眼，世人卧苦如是如是，佛界慈爱悉度脱之，受佛重回，不敢为师。礼佛现光第38，佛告阿难：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，即诸菩萨、阿罗汉等所居国土，应其西向，当日暮处，恭敬顶礼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阿难即从坐起，面悉合掌，顶礼拜也：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供养奉祀众诸善根。顶礼之间，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，色相端严，如黄金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，无碍无断。阿难白言：
彼佛净刹得未曾有，我亦愿要生于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中孙者，已曾清净无量诸佛，执众得本，如与生彼，应当一心皈依瞻仰，作是欲时，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，如出一穴，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，于此世界所有黑山、雪山、金刚、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、丛林、天人宫殿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，譬如日出明照世间，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，悉大开辟，皆同一色，犹如界水弥漫世界，其中万物沉默不歇，荒洋浩瀚，唯见大水彼佛光明，彼佛如是，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，唯见佛光明耀显赫，慈慧四种，天龙八部，人非人等，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。阿弥陀佛，于彼高座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，明现照耀，清净平正，无有杂秽，皆一行类，为是众宝庄严，甚显恭祝。阿难及诸菩萨众等，皆大欢喜，踊跃作礼，以头着地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，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，都是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修之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，钟磬琴瑟箜篌乐器，布谷自然皆作五音，诸佛各种，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，散作供养。二是极乐世界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，若有他苦，以佛威力如对目前，如近天眼观一玄地，彼见此土亦复如是，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。此事数见第三十九。二是佛告阿难，即此事菩萨，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，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，如今欲界诸天，上至色究竟天，欲诸香华，遍佛刹佛。阿难对曰：巍然一见，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。阿难对曰：巍然一闻。佛言：如见彼国净行之中，游处虚空，宫殿随身，无所障碍，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，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，佛有众鸟住虚空界，出种种音，皆是化作如昔见佛。此事备也，如佛所说，夜夜皆解。佛告弥勒：彼国人民如胎神者，如佛见佛。弥勒白言：
世尊，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，如夜摩天处于宫殿，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，自然化身。何因缘故，彼国人民有胎生者，有化身者，遍地遗尘第四十。佛告此时，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不思意志，不可称之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能最上甚之，于此住之，疑惑不信，忧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。佛有众生积极善根，希求佛智，普遍智，无等智，为得广大不思议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故于往生清净佛国，意志犹豫，无所专据，然有续念不绝，借其善愿为本，续得往生。世诸人等以此因缘，虽生彼国，不能前至无量寿所，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，佛不识耳。身行所作，心自去向，亦有保持莲花，自然受身，饮食快乐如桃李天，于其城中不能得出，所居舍宅在地，不能随意高达，于五百岁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声闻声众，其人智慧不明，至今佛少，心不开解，亦不欢乐，是故于彼未知太深。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甚至断除疑惑，信即善根，作诸功德，至行回向，介于七宝花中，自然化身，家福而足，续欲之情，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如诸菩萨，具足成就，弥勒当知，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，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事，不得修习功德，无因奉施无量寿佛。当知此人宿世之事，无有智慧，疑惑所知，或今见佛。第四十一，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，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层楼其殿，宝帐金床，蓝床榻座，妙施其珍，饮食衣服，如转轮王，而以金锁吸其两足，住校王子零落此佛。此时拜言：佛也，世尊，彼忧智时心不自在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，求助近臣，终不从心，人往欢喜，方得解脱。佛告弥勒：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若有堕于疑秽，希求佛智至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又闻佛名，其性辛苦，虽生彼国，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。何以故？彼中清净，无诸秽物，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祀祝福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
以此为苦，不生信仰。若此众生失其罪本，身自悔之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事中，过失敬矣，然后乃除，即得往矣，无量寿所。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，如阿耶陀，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摄大利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此时备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亦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此时，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。此时备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佛言，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立相，不求佛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虽复修福，求人天苦，得报之时，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假使父母、妻子、男女、眷属余相救免，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如见愚痴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但以视之从便，正义邪信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？佛有众生，虽种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相分别，勤之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若有无相智慧，执中得本，身心清净，云离分别，求生净刹，去佛菩提，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。菩萨往生第四十二。弥勒菩萨白佛言：今此娑婆世界，皆住佛刹，不退菩萨，当生极乐国者，其数几何？佛告弥勒：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，已曾供养无数诸佛，执中得本，当生彼国。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，当往生者不可称计。不但我刹，诸菩萨等往生彼国，他方佛土亦复如是。从圆照佛刹，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。东北方宝藏佛刹，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。从无量音佛刹、光明佛刹、龙天佛刹、胜利佛刹、狮子佛刹、立尘佛刹、得手佛刹、人王佛刹、花床佛刹，不退菩萨当往生者，或数十百亿，或数百千亿，乃至万亿。其第12佛名无上化，彼无数诸菩萨众，皆不退转，智慧勇猛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居大精进，发趣一尘，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，四等菩萨皆当往生。其第13佛名曰无畏，彼有790亿大菩萨众，诸小菩萨及比丘等
不可称计，皆当往生。十方世界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，穷劫不尽，非是小乘。第43，佛告此时：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，善获利益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，如设修行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，当获如上所说功德，心无下劣，亦不共告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，应当爱要修习，生稀有心，于此经中生导思想，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，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，当其精进听此法门，为求法故，不生退去禅为之心，摄入大火不应疑悔。何以故？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应求此法。受菩提记第44，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，当有众生执着善本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，犹比如来加为列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，当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于彼法中广大圣解，获大欢喜，广为他说，常要修行。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是法，若以求、现求、当求者，皆获善利，汝等应当安住无疑，众诸善本应常修习，思无一致，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。阿弥陀，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一门，又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，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，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比刹，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。彼人临终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也能超过生彼国土。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，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。独留此经第45，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，所当为者皆可求之，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。当来之时今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，植诸百岁，岂有众生
执此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如来行事，难知难见，诸佛经道，难得难闻，欲善知识，闻法能行，此业为难。若闻是经，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慈心清净，踊跃欢喜，一毛为起或累出者，皆有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若闻佛号，心中呼疑，与佛经语都无所信，皆从卧道中来，素养未尽，未当度脱，故行狐疑，不信相耳。勤修坚持第46。佛告弥勒：诸佛如来无上之法，深烈无畏，无碍无着，甚深之法，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，非易可遇，能说法人亦难开示，坚固深信，实也难凿。我今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付诸汝等作大受护，为诸有情常业利益，莫令众生沦堕无趣，备受为苦。应勤修行，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慈恩，当令世法久住不灭，当坚持之无得毁失，无得为妄，正见经法，常念不绝，则得道界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。如来所行，业因随行，众修佛善，求生净察。佛会时闻第47。儿时世尊而说颂曰：若不往昔修佛会，于此正法不能闻，以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心此事，卧教懈怠即邪见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譬如盲人横出岸，不能开导与他路，唯曾于佛知众善，救世之心方能修。闻已，受持即书写，读诵赞言并供养，如是一心求净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。假使大火满三千，成佛未得邪难酬，如来深广智慧海，为佛与佛乃能知。声闻一皆是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，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幸会闻法难中难。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。如是妙法信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有。文经获益第48。儿时世尊说此经法，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，愿力成垢得法眼净，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，6800比丘诸漏已尽，心得解脱，40亿菩萨
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一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，四万亿若有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时初发，众诸善根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，皆当往生彼如来土，过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佛有设方佛刹，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，过有八万居之若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。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，放大光明普照十方。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，叹为曾有。无量妙化纷纷而降，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、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，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心受奉行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业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